月五日，仙台市都会举办花火大会，作为久负盛名的七夕季的华丽开场。约16000发的烟花在广濑川的上空绽放，漫天的烟火衬得仙台的夜空优雅而动人。在中国，烟花讲求的是绽放那一刻的极致绚丽，但日本人更钟情物哀之美，所以更强调烟火陨落刹那的唯美，感受的是那份消逝的意境。下观烟火的传统，每逢花火大会，就能在街头看到许多身着浴衣的男男女女。日本的花火大会除了欣赏烟花外，更重要的是能和家人、恋人、朋友们一起享受夏日季的气氛。年轻的日本女孩子们认为，一生中总要和相爱的人去看一次花火大会，青春才没有遗憾。如果你错过了今年的花火大会，那么明年这个时候，一定不要忘了穿上漂亮的浴衣，和喜欢的人一起来哦。